但有一点我几乎可以确定是明年是一定缺电，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，明年是一定缺电，工业也会缺电，家庭也会缺电。有一点我要提醒的说，不管有两个是能源的问题啊，不管最后人民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来做这个决定，但有一点我几乎可以确定是明年是一定缺电，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，明年是一定缺电，工业也会缺电，家庭也会缺电。那么既然大家就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大家对为缺电将来就不要埋怨啊，要对缺电做出你应该有的准备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目前全线电力异常，赶时间的旅客请改搭其他交通工具，不便之处敬请见谅。现在列车有停的状况吗？我们这边没有列车停。哦，这边没有列车停。对。整片高雄市都停电，不是只有捷运吗？现在台北市信义区大停电，一片黢黑。等一下就会大乱，现在还刚开始还不会大乱，等一下就大乱了，因为挺，你看嘛，一起过来没有？他也想过来，我们想过去啊，就大家在那边挤啊。大概几点停电的这样子？大概是20分的时候。啊。大概是差不多几点停的，你敢知？哎、欸，啊，熊熊抓十二个对啊，啊，迄当阵你咧创啥？在做工课，在做工课哦。啊，那怎啊？今仔日工课怎啊？拢免做啊？啊，等电来吧。要等电来就对啊。系啊。会困了无？拢无通知。对啊。嘿。是完全没有通知啊。对。弄到11月啊。对啊。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停电了。嘿。鹅肉。鹅肉。在做鹅肉。